因为在这里娶老婆，就是让你娶老二，你老大必须同意啊。啊，你娶老三、老四、老大、老二也必须同意。当时娶老二他不同意嘛，因为啊，他就觉得这什么咱们中国好是什么呢？一夫一妻制好，啊，他就所以才愿意同意跟我结婚。他当时的话就是哦。那天晚上之后啊，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之后啊，嗯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4个月之后发现什么？本来是他给我保密的，对，他跟我说，哎，那个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。谁都不知道，嗯，然后呢？后面4个月之后怀孕了，我的天哪，啊，就怀孕了嘛，就瞒不住了。啊，然后的然话，后当时的呢？话，老大刚开始啊，所有人都怀疑是我老丈人的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那丈母娘她妈妈，就是她，我老丈人的大老婆啊，把我老丈人硬是在家里面跪搓衣板什么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逼着她，是不是你的？我的天抓呐！着她的哎，头发。哥，你们这个这么他妈的吗？那肯定啦，就是当时因为我老丈人已经娶满了4个，对不对？她不能再娶了，那后面她怀孕了，因为我老丈人也经常去仓库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就怀疑是我老丈人，我老丈人差点被我就帮我背锅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呢，我老丈母娘就围了，把他围了，然后就想把他赶扫地出门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肚子里面他的骨肉知道，我知道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不能够坐视不管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时我就站出去了，然后就说。哎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就当时承认了。然后我说，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嗯。啊，这个肚子里面有我的骨肉了，无论怎么样，我该扛的我就把它扛下去。后面怎么说呢？我老丈人他心里面也放下了嘛，他说这个我洗冤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洗白了。啊。然后的话，我跟他就是他的，他把他的那个大舅哥、大表哥什么的叫了30几个男的过来，后面跟他们谈判，嗯，谈了你足足的2天。谈了足足的2天，哎呦我我的的天，天，就哎把这哥，个事情谈妥了。啊，后面我都花了差不多多少，花了差不多1万人民币，啊，哎，摆了几大桌子那个酒席，摆了几大桌子酒席，啊，对，完了什么呢？菜呀什么的，嗯，我的天呐，然后就聊了之后，终于就同意他进这个家，终于同意他进家了，对，哎呦进我的家了，天，哎哥，就是说，那目前为止就是说。现在是同意进去，他们你们在一块生活呢，对，同意在一哎，起，但就他是，分楼层，现在啊，是什么呢？老二住楼下，老大住楼上，135陪老大，嗯，246陪老二。陪老二，哎那呦我就的是说这个老二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是生下来了吗？孩子生下来在楼上，咋还小着对，呢？还小，在等一睡下觉给吗？还你，是在干嘛？等一可以叫下来看抱下来给你看一啊？下。等一下抱下来看一下，好，现在那个好，baby 啊，嗯。在 sleeping 吗？哦。baby 在 sleeping 啊，哦，在 sleeping 那还就在，等一会儿叫下来，咱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？对，还好，在那吃等一奶会呢，儿就你叫下来，我们看看好不好？那个，那哥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想问啊，就是说，那你现在有这个老大了，老二了，就是说，你说你老丈人有4个老婆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娶3个或者是第四个？老丈人都娶了4个，谁不想娶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哎，哎呦，不是，哎，我老大现在还不同意这个事情，啊，哎，别打了，哎。哎，我的天呐！哎，哎，放下放下，台球杆放下。哎，为什么要拿台球杆？放下放下。为什么要拿台球杆呢？把你姐，把你姐围一下呗，把你姐围。哎呀，我的天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现在还不同意，你知道吗？他还不同意。快快，你快下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，他怎么拿台球杆啊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不是啊。这个，哎，你这小姨子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架直接拿台球杆干呢？哎呀，平常都拆家都多少？遇到最大骗子，遇到拆家拆了多少次啊？他是大骗子是吧？不是他怎么了呀？到底？这个衣服他买给我，啊，你看他的这个姐夫给，姐夫给你买的，也是姐夫买的。对，哎，自己的老婆什么都不给，啥都没有，他没自己老婆啥都没有。哎，为什么呀，哥？哎，不是没有，不是。结婚这么久了，这东西都旧了吗？是不是？她没有漂亮，为什么姐夫给？哦，那就是说他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不给这个老婆买，为什么给小姨子全部买这么好的呢？小姨子怎么说呢？小姨子平常你，那你还是姐夫去吧，姐夫不可能买一个不买给你啊，我喜欢姐夫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喜欢姐夫？你喜欢姐夫？哎，不能说。不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不能乱说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，不是。
他说他喜欢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情况我这他喜欢你啊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喜欢我的妹妹。哎呦，我不喜欢，我跟你讲，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是，这小姨喜欢我不是我听的啊。你喜欢姐夫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喜欢姐夫啊？姐夫有钱的，姐夫有劲的。姐夫有钱，姐夫有劲儿。姐夫有劲儿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不是，姐夫有劲是什么意思？等会儿，哎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。别问上，哎，等会儿，哎呦不，哎，不是哥，这个姐夫有劲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夫有劲就是想让姐夫抱抱呗。哎，不是什么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，不是，我不喜欢你妹妹，就是说喜欢我。姐夫有劲是怎么了哥？哎，平常就你妹妹经常勾引我，你知道吧？她经常就是平常就是。不是要我抱抱，就是有些东西拿不到，没有抱上去。没有桌子吗？我们家里边。哎、对呀、啊，他说他们家没有桌子吗？为什么要抱抱就是要直接？那不是小姨子喊我去抱吗？我为什么主动去抱？不是小姨子叫你去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就要抱，但是没有桌子和凳子，他自己去拿吗？哎呀，哥，他自己有。你抬个凳子给他，桌子给他也行、啊。只要一个办法就。他对呀、啊，就只要一个办法就行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哎、他不就是那个小姨子想勾引我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你去叫一下那个小姨子，咱们问问看行不行？你把他喊过来，啊、你把他喊过来，你叫一下，咱们看一下，看是我主动追求他。等一下、哎，我们叫出来，叫过来之后啊，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、啊？这个是跳进黄河。我们等一下叫出来之后，啊、我们再问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讲，老二是准我娶。啊娶这老三老四，但是老大现在不同意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是不能找老三啊、哦。哎呦，我这样子叫出来再看啊。你过来，我问一下你来。来，妹妹，我问你啊，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喜欢姐夫？姐夫有劲儿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夫就抱抱。哦，姐夫把你抱抱了。哎，不是、这个、哥，他你为什么要这个抱他抱人家呀？哎，抱抱，我不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就是拿东西，他自己拿不到，他你看没有？他身高都没有我高，你看没有？嗯，你看没有？不是，他身高这跟身高没关系啊，可以踩个桌子或者是凳子啊，可以。踩桌子他也搬不动桌子，你看他桌子多大，你看没有？他搬不动。不是，不是你、哎、你帮他搬一下嘛。不论问我喜不喜欢，不是他问你喜不喜欢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哎、你看他。你喜欢不喜欢？我漂亮。你喜不喜欢啊？我只有他23。嗯。你喜不喜欢啊、嗯？是的，喜不喜欢？哎，他就是这，你就是趁着你自己年轻，是不是想他想上位？哎，我的天！哎，我的天！太饿了，你想上位？哎、你想让不是？你想让姐夫娶你做老三吗？我的天！现在老大不同意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让你保密吗？你喜欢不喜欢？这个是他们的秘密、哎、哇！如果他不告诉我们，都不知道的哇！我知道，真的恶心。我知道他喜欢，你真的恶心。不是。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他喜欢你是不是？他喜欢你是不是？不啊，哥是吗？喜欢的话怎么说呢？现在当面。你告诉我们所有的秘密好吗？不是，哎呀，你这样子啊，就是说现在是他说你喜欢他，但是你喜不喜欢？你俩之间干了什么事儿？你可以给咱们讲一遍吗？哎、讲一下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连老大在的时候，我说了让你保小秘密的，你还这样子，你让我下不了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跟你 我不是跟你说 your sister here don't tell 这意思。为什么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太真的是，真的。你觉得我们不懂英文吗？你觉得我们这么笨死了吗？你喜欢不喜欢？哎呦我。啊、你脸都不红，他真的是一个大骗子、啊，我告诉你。这个东西现在真的恶心，自己有两个老婆。想做老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这个这么多人都在，你可以直接对，直接告诉我们，直接可以告诉他们，直接可以说。他妈的真骗人。啊。快点说，说，快点说！你竟然这样子是吧？好，那就让你做老三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的天！那我喜欢他，我就这么说了。哎、我今天那这样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我喜欢他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，今天无论怎么样，我要把老三这个事办了，我一定要把老三这个事办了。啊，他既然这样子，哎、我就不保密了。本来是，本来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我本来是说。我本来是说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我本来是说到年底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公开的，啊、到年底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公开。现在是已经是这个公开了，现在这个就公开了。我今天就无论怎么样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啊、那就行，就公开了。那真的恶心。那这个东西再没法说了。无论怎么样，这个、你这样老两个老婆还想？
现在人家也、这个大老婆也非常的生气他不同意、我还娶不了、然后是也公开恋情也哭了，大老婆也哭了，然后是不开心了。那这样子吧，那就这样子，我们坐一下。不是，你老二，你哄一下，是啊、不是老二你哥，你把老我老二是同意的，老二是同意我娶老三老，老二是同意的。但是他这样不能骗别人，你这样知道了吗？你这样，哎，他骗了所有的人、他买给我们礼物了，你知道了吗？你买给他们礼物，哥，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你们家的这事情太乱了，直接吵得我这个脑瓜疼啊。这样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下，就不聊你了，聊一下他的爸爸好不好？好，聊一下爸爸，我们聊一下爸爸 ，OK？ 爸爸 OK， 爸爸 OK 啊，爸爸没问题，是不是？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我们坐。想聊聊他爸爸好不好，就是坐哥，咱们聊一下他爸爸好不好，聊一下老张的。哎呦我的，聊到头疼，我跟你讲，不是、真的我头疼了哥、你们这个太乱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我今天就是当着大家的面谈意思要上位啊，就满足他了嘛，好不好？我捋不清楚啊哥、你们家这个真的是。